们去找到你的 merchant 的店了，然后放 menu， 然后下单，一个 ，OK 一，然后直接 table 三 ，table 什么都可以了哈 ，order confirm， 啊出来了，出单了，所以就可以了了咯，出单了过后就拿去 scan 就可以了 ，scan 这个 QR code 它就会出就成交，嗯好了。